让开放为全球的发展带来新的光明前程。今天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这里圆满落幕，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六天来的喜悦、汗水和收获吧。今年好像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小程序，是吧？我们好像用的也挺顺畅的哈。是是，因为我们今年呢，把所有的记者需要的一些采访的信息，还有那个服务的信息，我们都放在这小程序上了。然后记者呢就可以，就可以跨时空的，无论何地都能够看到这些信息。我们在这里打造这个对媒体记者打造这样一个媒体之家，就是为了给记者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。哎，小夏，你回来啦？你在干嘛呢？在整理刚刚采访的视频。哦，辛苦辛苦。哦，我也先进去写稿子了。小妮，你忙什么呢？哎呀，我正在做那个展商的录音整理，他们要参加第六届进博会呢，我们好期待。六天的时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马上又要闭幕了，还有点舍不得了。